好，在这段中，我们要讲的是 Excel 表格内容上下颠倒啊。以我们的 A 栏来看哈，就是说 A 栏的 A 5到 A 35的资料有没有？我们要把它日期干嘛？从1号开始到31号改成从31号到1号啊。那这要怎么做呢？啊，这要怎么做？以前呢，很多人都用函数啦，用什么辅助栏呐、啊？现在不用那么累哈。其实上来讲很简单啊。第一个，先把这个资料范围干嘛框起来哈。那我先把这个结果删除掉啊，我们这样看比较清楚啊，就删掉。我们先把来源资料的框起来，按 Ctrl A 啊，框起来以后呢，选择资料从表格啊范围这地方点一下。点了以后呢，它会进到 Power Query 这个编辑器里面啊。那我们点日期这个标题点下去，然后选择转换这边啊，我们反转资料列啊，直接一反转，它就自动干嘛？从1号变成31号开始了啊，资料全部反转了。反转完以后，因为我们要再丢回去，所以我们选择常用关闭并载入至啊这个地方点一下。我要放到哪里呢？我要放在同一个目前工作表的储存格 D4 的位置啊，看你要放哪里就放哪里啊。我放在 D4， 好，然后按确定，它就会自动把资料转过来了啊，转过来了啊，这样子就马上把你反转下来啊，非常快啊，没有一分钟啊就做完了。